四日，新晋奶爸余文乐在微博晒出自己的照片，说道：“终于有时间理发。”照片中，余文乐头戴墨镜，晒出刚剪完的发型，帅气有型，炫酷十足。看来晒娃狂魔余文乐终于舍得离开小宝宝一会儿了。粉丝看到后纷纷留言称：“奶爸真的好帅啊！剪完头发还是很帅，不过不剪不影响帅气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是不是离开小宝宝一会儿都很舍不得？快点回去了。”余文乐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儿子与初见的照片，并配文写道：“能见你一面，多远都值得。”照片中，余文乐光膀子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，亲吻其头部，满满的父爱，画面很是温馨。其实自从余文乐升级当爸爸后，宠儿属性就彰显得淋漓尽致，父爱爆棚。余文乐先后晒过儿子的小手和小脚丫等各种身体部位的照片，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：“太有爱了，真的 baby 的一切都值得，抱住宝宝必须用手扶着他的后头，趴向后倒，好感人的画面。”